好了，好像播了一会儿，我醒了。可以，刚才还挺困的，现在就好了。孙策是上把的吗？哎，四六零了。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让兵线快点过来。哎，八戒，八戒，八戒反野了，快点救他呀，八戒！难了，难了。哎，我以为我闪得过去，想太多了呀，这个八戒一技能好了。别喂了，别喂了。啊，关羽！哦，我发现我这个玩辅助，我之前是一般都不会去强行去做那个辅助装的，后来。看别人老是先做辅助装，然后我感觉我明显我辅助我胜率低了。我之前我辅助装我从来不升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做辅助装的意义就在于，兄弟，我不分你钱，你别搞我。推一下，他断大了。往前走，拉一下，往前卡这边，点一下点一下，推到墙上来。哎，兄弟！我在扛，我真的是醉了呀！你是干嘛呢你？这还是试一下我原来的玩法呀，我原来都是这样做的。去，卡视野，卡视野。因为我看猪八戒在下面，应该能把这个塔给推了吧。这就没办法了，你往前面滚，这就救不了你了，哥。这塔就差一下了，我们把兵线赶紧运进去。他拿先知主宰，扛伤害了，我得死了。哎，我没死啊。
怎么拉了具尸体回来？可恶。现在再去做这个辅助装吧。如果你按这个比较职业的打法的话，肯定是先做风铃文章的，但一般你没有这么好的节奏就不要这样做了呀，好吧。果然还是第三件再去出那个什么会比较好啊。他掉线了吗？我把它顶过来了。它有大吗？我把它拉过来吃了颗雷。哎哎，你怎么老是搞这些东西啊？被沉默了。嗯，那什么花里胡哨的呀？想把这个辅助拉过来秒了。他这个肯定死了，带线带线。去！等一等呀，看有没有机会闪现拉一个回来。那他们推上就行了，我这个能不能拉出来？可以。恶心一下他们，推开他，上路推掉了就可以了。打暴君，打暴君。然后现在的话你就找个机会，找个机会拉个人过来就行了。但我觉得他们开反手好像有点厉害啊，我们这拉人不一定合适。就是你闪现把他拉过来，就比如说你把这个孙元香拉过来，拉过来后他们那边直接二技能血一抬加速一开，好像我们也不是特别好打。要三思。六呀，这个人他这个角度选的非常好啊，是有点东西的。哎，我以为我能把他带过来呀，他二技能点的时候我以为可以，我二闪直接把这个人拖过来，看来不行啊，是我想太多了吧。
还是说时间没卡好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可以的是吧？那应该是我时间点没卡好。他血太残了，快撤。别死了，哥。先溜，先溜。开暴君了，打得好快。就不做大吉影了吧，感觉没什么必要。给我去！早上死太早了呀，给我回！是不是控兵达人？你怕不怕？卡线卡线，卡着。可以可以，那刚好这一波兵线进去，我刚好把这个一推，这两个应该是一起进了。下路下路，这拉回来了呀，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这不是，哇，我拉的拉成这样，哦，炸死了，还行，他撞墙了，推一下推一下，让他断弹。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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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恶心他。Good， 兄弟们去。你还迷茫，一拉一段大，赢了呀。好像是还是按照我这个辅助的出装流程会比较好打一点的，之前太急的做那个辅助装感觉真的没啥用啊，直接辅助装感觉坦度好差。你好久没玩女娲了，再充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